然后我们看下面历届的考题，106还不远嘛，真的隐喻会来考啊。跑道跟在跑道上奔跑有什么不一样的意涵？但那最后老师觉得这题来讲的话，也许跑道跟在跑道上奔跑，你也许可以导入一个，这两个其实都是缺一不可的啦。要具体的课程内容嘛，啊，但是也要教不同的教学方法。那同样教重视多元的教学方法，你课程的内容的结构是不是够扎实？然后概念是不是都有那种概念本位啊，或是概念 为本的那种考量？还是说随便带活动而已？这我就说有各有优缺点的地方，也许可以做一个正反，然后最后两个之间都可以那种适时的去调配这样。第二个是比较久的题目啦，就行动研究的东西。教师级研究者、课程级研究假设，就是讲教这个课程不是着重教材，就强调说在师生互动关系中不断的去做调整、反思、批判、反思嘛，然后再行动这样子。它的关键字里面，行动研究里面关键字里面，刚忘记讲了，就有那个一个是从实务现场出发的问题，第二个是在过程之中一定会做螺旋循环，这些可能就是它的那些关键字。然后会强调说课程是动态的，前面那个跑马道就可以用进来啦，课程及跑马道东西就可以用进来，在跑道上奔跑那种概念，动态的概念就可以用进来这样子。跑马道怎么从跑马道到跑马道奔跑，从静态跟动态或者两个之间循环就可以用在那一题。同样这里面也是一样嘛，蓝图也是一样比较系统概念的，旅途也是比较动态的，也许你看同样的 三年的题目里面概念都是差不多的。一个是静态对动态，多元对单元的，线性的对那个什么回归，回归就意思说会不断的回头来修正这样子啦。另外还有说那个什么专精的对那个什么跨领域的，还有说那种那个分散的对同整的，然后关系的对那种梳理的，这种互动关系的词，你只要会用几个提纲挈领嘛，同样会讲到说一二三四五的意见啊。你这一次每个放一个意见，就算很多你万一看到不会写的东西，你也可以掰出一个蛮有道理的答案出来。多元、动态，然后什么关系、同整，然后理论跟实务实践，这样就五个了。不管什么题目嘛，你如果你想不到的话，你全部套这个东西进去，要把它写完整一点，然后加具体实例，也许可以救到一些那种不熟的题目这样子。啊，另外这里面相关的考题，老师可以参加哪些层级的课程发展设计？你们觉得嘞？要怎么回答？老师可以参加哪些层次的？就从这边来思考。另外你也可以从这边来思考，老师可以参加哪些层次的？直觉的，或者说正式有没有办法参加？有啦，有的那个正式在编教科书，老师会参与啦，或是一些政策。那你可以去说明一下，这样子。那我看一下那个性别意识形态，现在不考你性别意识形态是什么嘛？考你怎么去处理嘛？那怎么处理呢？发现，也许怎么去做批判啊，怎么去做理解，怎么去找出来，怎么透过同学的那种辩证活动啊、辩论活动等等之类去做处理的。好，那这里面有没有不问什么知识最有价值，而是谁的知识？你们看到这个，我刚刚有讲到哪一个人？你看前眼这样子。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是斯宾塞提出来的，强调生活预备说，谁的知识最有价值？麦克阿瑟从批判理论的东西来检视教科书的意识形态，以下一提议，然后详细去解释它的意涵。啊，你也可以 下面这一个标题嘛，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意涵跟意义啊，然后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意涵跟意义，但写这样子有分数了，你最后还可以加第三段去做两个之间的不同辩证比较，还有我们一个老师在处理的过程中应该朝哪些方向去做考量这样子。当然也不是说谁的知识最有价值，你批判说课程背后意识形态就好了，你批判说谁的知识最有价值，也有可能忽略掉说某些知识真的是应该学的、啊、现在可能是与时俱进应该去做调整的嘛。但如果你只着重说哪些知识是应该学，但是忽略掉说背后的意识形态或是主流团结载制，又会带来一种社会不公平的那种情形。如果你后面第三段又可以加出含义之外，加出自己的解释，我觉得说你的分数应该会也拿比别人多高很多分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这一题实用题，消防课程发展会遇到哪些问题？想不到的话也是一样啊，就人来讲会遇到什么问题？校长跟老师的对立啊，校长要做什么，老师不见得要做什么，或者说那个老师跟家长的对立，老师跟学生的对立，学生跟学生之间意见不合嘛，人嘛。啊，事情，也许事情过多，
课程计划过多，课程计划过多，压缩到原本老师应该教好原本课程的时间嘛，还有一些误那个学校资源不足，那么学校没有这个条件，或是教师不足等等这些东西，都可以人事实地物的可以拿来考量。这题应该做过哈，张老师用芬兰教科书里面的比较铁塔，然后请问一下运用到哪些原则，有没有？不直接考你什么是什么，让你用前面学过那些概念来回答答案它。第二个是说比较一下重大议题融入的优点跟缺点。101的一，鉴赏的内涵跟标志，就等于说你一定要会是那四个东西出来。老师的角色应该怎么样子？老师成为什么领导者？老师成为那什么协助者、应价者？老师成为什么转型的知识分子？老师成为什么陌生人等等之类这些，可以用隐喻去让你加分。